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期的公司资讯与公告。先来让我们看一则爱多美资讯。爱多美与世界顶尖视觉效果公司 MoFac 建立了战略技术合作，首次尝试 XR 购物扩展，实现商业化。该战略合作在8月5日与爱多美韩国公州总部签订 MOU 协议。爱多美朴韩吉董事长表示，非常高兴能与顶尖 VFX 视觉效果集团 MoFac 合作。通过本次合作，将开启爱多美网络数字化营销新时代。近期，爱多美总部也在本月首次将成功学院转为适时在线直播，确立了网络数字化商业的新标准。此外，我们也正努力开发将应用于事实业务的 XR 视觉效果，例如能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混合在一起，来产生新的可视化环境的 AR 和 MR 技术。爱多美与 MoFac 两家公司的战略合作将成为韩国 XR 商用化的主流。这项目战略将打破网络的限制，期望这次合作能让爱多美在未来成为领先世界的销售企业。接下来是关于公司相关的公告。首先是爱购商城限购调整通知，